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为什么这样红？象征这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红得好像，红得好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这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花儿为什么这样谢？为什么这样谢？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显得是人，显得是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